呢一個安瓶咧，其實係用支針抽取咗出嚟嘅。嗱，抽咧係咁樣抽嘅，24K 黃金 99.9%。是可以幫我們排走皮膚的毒素，同埋它不會乾去黃去暗啊。咁呢一個時候咧，如果你皮膚 T 字位有出油、有乾、有甩皮，或者你成日生暗瘡，生曬暗瘡咧，你真的不搽得任何嘢。即係如果你是坐瘡那些咧，你等它 dry 咗先啦。但如果你想解決你嗰個 dry 嘅個肌膚問題咧，其實最好是咩呢，即係預防它再生暗瘡，你要搽一些排毒的嘢啦，咁但系你知道排毒嘅嘢好多时就系一路排毒，你块面就会变到一路好干，又会甩皮，又会浮粉噶嘛，系咪？用黄金嚟到做排毒就啱晒，24K 黄金仲要 99.9%， 仲要加埋个蚕丝蛋白喺入边，所以咧佢保湿得嚟又排毒，排到得嚟咧又唔会令到你生暗疮，又会帮你去到人，真系非常之好。佢系改善咗蚕丝蛋白，其实真系好好。蚕丝蛋白咧其实会帮你改善我哋嗰个受损嘅皮肤组织。其实你搽精华咧，你中意点样搽都冇所谓噶，你可以按啦，你可以印啦，你可以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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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嗱，即系如果你系 T 字位出油，令到你啲毛孔粗大嘅话咧，呢一支咧一定要试黄金呢支24K 黄金，一边系有99.9% 嘅，跟住仲有埋个蚕丝蛋白，仲有咩咧？仲有个茶树啊，茶树咧系平衡你个油脂分泌嘅 T 字位出油嗰啲，咁毛孔粗大啦。出油啦，同埋容易生暗瘡嘅皮膚啦，同埋暗牙啦、黃啦，唔夠補水啦，想排毒但係又驚搽啲而家呢啲天氣搽嗰啲咧，其實會太過點樣講啊？搽完嗰啲之後，可能你會覺得好乾，越出油，咁你就要搽呢個啦。好啦，呢個係防收毛孔，呢個係草本啊，佢仲有一個專利草本解決我哋嘅皮膚組織受損嘅問題。好啦，呢一個就係天啊 X15 咧係89買一送一嚇。啱啱借咗嗰几粒，又生几粒，我知啊，真系阴公。唉，一粒借咗，一粒又出翻嚟。其实你真系呢排咧荷尔蒙争少少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去到 X16 啦。啊，点解我 keep 住见到69个人咧？真系有69个，冇走过又冇人嚟过，点解咁神奇？我未试过成晚都系69冇人，冇人走又冇人嚟。不如大家帮我踢几个朋友入嚟啊！踢啲朋友仔入嚟睇啊，不如。诶，头先嗰个精华咧，就系可以用咩嚟做咧？Carry X16。